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识海所管之海第六海啊，第六海，请看第七句啊，第七句，次有向水海，名妙经床，世界种名言书微密处。这一类这个藏式的种子称为妙经床，床是幡床啊，代表高显，也代表说法。古时候寺院丛林讲经说法，就是用床来作为一个讯号啊，旗号一类的。古时候的寺院呢都有旗杆，现在没有了啊，现在用不着了。这个旗杆呢是通知大众的，我这个道场今天有什么活动，向大众宣布啊。如果是法会、礼忏这一类呢，悬幡，旗杆上呢挂的是幡，扁形的。今天道场有讲经说法呢，就悬床，床是圆形的。人家一看，哦，今天有什么活动，他有空闲呢，乐意来参加了，他就来了。这个法子好啊。古人常说佛法是私道，私道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啊。我把我的活动啊通知你，我不敢邀请你。啊，这个道理我们后学都要懂。为什么不敢邀请你呢？你的时间很宝贵呀。万一我邀请你来，你到此地来参加这个活动非常不满意，那我怎么对得起你呢？但是我的活动呢又不能不通知你，所以通知你，你欢喜你来，你不欢喜不满意你可以不来。所以不是用请帖啊，不是用发帖子，是设一个讯号啊，旗杆上设个讯号。妙经床，当然这个道场今天呢讲经说法，所以跟世界种的名号啊相应。你看世界中说言书微密处啊，我们藏式里头的种子有欢喜言说妙法的这些种子，这个种子遇到云其现行了啊，那就是言说微妙处啊。
这微妙处在哪里呢？环是一个圆，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遇缘不同，这一句话说绝了。哪个地方有缘？这个缘是有听众有欢喜听的，这语言就成熟了。佛菩萨就在这个地方现身说法了。欢喜听经的人确实有，但是世间人又有多少人知道佛法微妙呢？很少人知道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讲经说法的大德很多不辞辛劳到处宣言那么在中国古时候文化水平就很高，儒家跟道家这是两个大的学派，小的学派非常之多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先秦诸子百家了，学派很多这么多的学派显示出一桩什么事呢？好学的人多，中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不是没有道理好学的人多而且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师从胎教中国古时候是最重视教育所以印度这些高僧大德到中国来非常受中国读书人的欢迎所以那个时候学佛都是士大夫阶级士大夫阶级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分子社会上知识分子欢喜佛法了到处建道场翻译经典演说经典指导人修行有国家帝王亲自来提倡所以佛法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面上讲从深度上讲远远超过了儒跟道在中国这两千年来历代高僧高士人才辈出佛法之衰是衰在最近的
两百年。我们看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乃至于嘉庆，道光、咸丰之后衰了，当然衰的因素很多，但是咸丰以后西洋文化传入中国，确确实实让中国读书人看到西方兼家利宾，科学的基建，心里产生了震撼，而对自己几千年传统的学术产生了怀疑，但是无论是传统无论是西方都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去了解，造成今天的后果。在这一方面中国人不如日本人，但是现代的日本人呢，对于传统的圣贤教诲也逐渐的疏忽了，虽然如此，毕竟这些国家还是有高人呐。我们深深希望圣贤的法脉不能断绝，要有传人。这个时代红传机缘没有，将来会有就像大摩当年到中国来一样，把印度禅宗传到中国，没人学，没人护持他能够找一个人来传法，他传个慧口，慧口慧口传僧璨，僧璨传道信的，传到弘忍的，五代都是单传的，到第六代机缘成熟了，学禅成当时一种时髦的风气了。所以法运由兴衰起落，现在这是落的时候，它都落到底谷不要紧，将来还有往上兴旺的时候。这个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我向他请教我对这个事情很关心大师告诉我，你放心，现在这个佛法虽然衰，将来有新的时候。风水也轮流转嘛，佛的法运
这一万两千年当中啊，兴衰轮替，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众生造作一切不善业，当然要受苦报。受苦报的时候，这些正法一般人很难接受，但是苦头吃尽的时候，他就会接受了。他觉得走投无路了，要另找出路了。这个时候圣贤教诲兴旺的缘就逐渐逐渐成熟了。那么由此可知，最重要的大事沉船言于所谓的后继有人，一个人都行，有传人。祖师大德，高僧高士，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重视。不仅是佛法，世法也不例外呀。无论是涉哪个行业，中国可以说国粹，除佛儒道，医也是如此。中国的医学绝对不是从医学院能够学到的，学医跟学佛跟学道实在讲没有两样。它确实不是一种技术啊，它是大学问。一般的医学是技术，中医是大学问，它里面它讲阴阳，它讲五行，它讲方位，它讲时节，西方这个医学绝对讲不上这些东西中医讲的是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哪一月出生的，你在什么地方出生的，你这个身体禀赋他大概就了解了。西医绝对不管你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个与他没关系，与你生病没关系，与治病的那个方法没关系，中国人认为有关系。采药，这个药材出产在什么地方，什么季节去采，通通都有讲究的。同样药材季节不对呀，效果就不一样啊。这是道啊。
这不是学术啊。真的，中国这文化的根非常深厚。啊，很可惜，现在这个世界对中国文化能够认识的人太少太少了。那我们也非常担心，怕中国文化在这个世间消失了，那是整个人类的不幸。我们知道这么一点点，当然我们要尽心尽力保护啊，不但要保护啊，要发扬光大。因为他对于一切众生有真实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想到啊，焉书为密，总在于远。那缘从哪里来呢？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不是迷信的。自己有纯善、纯净的心，为众生、为正法久住世间啊，真正有这个心求。这一念就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有佛的众生他所居住的地方叫佛尘，缘自然成熟。这成熟一定要紧紧地抓住。为什么呢？人情世理变化很大了。世界因缘究竟有多长，时间有多长，影响有多大，都是不一定。所以有一天的缘，认真努力做一天。没有这个缘呢，自己努力修修。古德所说的尽在尽善天下了，有缘呐。退，退是没有缘呐，退则独善其身。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没有缘，他在少林寺每一天自己面壁独善其身，他在那里示相啊，在表演给我们看呢，可惜我们看不懂。禅是什么？大魔祖师的形象就是的呀。九年之后啊，慧可看出来了。这二祖啊，看出来了。
向他请教啊，佛门里面讲向他求法了。求法的心真诚，祖师一指点，他就开悟了。传法是这个传法，这是真正传法。衣钵是什么？那是个纪念品，那个不重要啊，那有没有无所谓。所以到六祖能大师不穿衣钵了啊，没意义啊。传法时就是以心印心的，这是真传呐。再看下面这一句。自有像水海，名光影遍照世界种，名普庄严。啊，这一类的是种光影遍照。这是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世出世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遍照是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个是种现的世界普庄严啊，普是普遍，普跟遍照相应啊，如果不是遍照，哪来的普庄严呢？普庄严没有一样不庄严，所以说设法界一真庄严啊。有一些同学怀疑啊，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法里真的是常常讲啊。啊，他提出来疑问了，那出生道有什么庄严？啊，恶鬼地狱里头还有什么庄严？他不懂三途一般的状况，我们看了苦不堪言呐，哪来的庄严呐？啊，他这个庄严确确实实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知道。我们学佛学了这么久啊，逐渐逐渐呢也开了一点窍了，也能体会到了，那是什么？消除罪业啊。庄严嘛是好事啊，你想想看，消罪业是不是好事啊？没有这样的果报，他造的那个恶业消不掉啊。三途苦报啊，是消贪嗔痴所造的恶业。恶业消除了，障碍没有了，
你才会觉悟，你才会恢复你的本心，大菩提心。菩提心是我们自己的本心啊，本来如是啊。我们今天菩提心不能现前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自己要晓得，原因是贪嗔痴烦恼业习把我们自己的本心真心障碍住了啊。在六道里头用的是妄心啊，什么妄心呢？用贪嗔痴的心，只要我们诸位冷静思维反省就知道了。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心啊？贪心、嗔恨心、痴心，我们用这个过日子啊。诸佛菩萨不一样啊，诸佛菩萨用的是觉心、正心、清净心，用觉正净啊，我们用贪嗔痴啊。贪嗔痴的果报变现出来就是三途啊，这个三途苦报消你的罪业，那怎么不算是庄严呢？啊，所以这个庄严呢，是从另一个角度里面看出来了。啊，三途没有什么不好啊，啊，都是帮助人成就人的。正如同这个世间法律里面的刑罚一样，你犯了罪了，要不要判刑呢？啊，你要不要去服刑呢？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啊，你出来依旧是个好人呐。三途就好像一个人造作罪业被判刑一样。在监狱里面改造啊，啊，一切众生堕落在三途，在三途里面改造，就这个意思。消除业障，回归自性。普庄严呢，没错啊。再看最后的这一句，啊，第九句：“自有香水海，名基因；世界中，名现前垂布。”这一句比较不好懂，即清净即灭，十地以上所证得的啊，那我们可以说，诸佛如来。在十法界现身说法，他的离体
就是基因的清净寂灭。人王经上讲的寂灭人呢，无人菩萨，十地等觉如来果地寂灭人呢。那么基因，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了，就是佛法当中所谓的一乘法，《法华经》上所说的，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佛给你讲真法了，是一乘法，一乘法成佛之法，如来果地上清净境界。这个法佛不常讲，为什么不常讲呢？凡夫听不懂，凡夫不能接受。换句话说，是纯正之法，不起初学之机。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成佛之后第一步宣讲华严，华严是一乘法，二乘天人，对佛现身说法不见不闻，如聋如盲啊。佛讲华严是在定中讲的，能够参与如来定中境界的化身菩萨了，设法界里面的圣贤都没分，前面跟诸位介绍过，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他们的境界。所以佛说完这个之后出定了，那么看看这个世间众生的根性，只能学小教啊。在落叶云度五比丘开始给他们说法，讲了十二年，小乘现在叫阿含经这个好懂啊，就是解决你们现前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见解上的问题，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今天讲的多元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就开班教学了。十二年这个基础打下去之后，才提升，提升方等。方等讲八年了，前面这个十二年好比小学，方等好比中学。方等讲了八年之后再提升到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讲了二十二年
最后的八年讲法华涅槃，法华涅槃是一乘法。跟华严无二无别。用这个方这么多的时间佛说法四十九年，就用四十年的时间把这些学生提升到一乘境界。最后依旧跟你讲最真实的。世尊果地上清净的境界。你有四十年的功夫了，修行功夫了，你能听得进去，你能有受用了。但是今天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学佛多少年了？有人说，哎呀，我从皈依到现在有几十年了。是你从皈依到今天几十年了，就好像在学校里报了名啊。哦，报名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三四十年了，怎么样呢？从来没有一天上学去上个课。你说你都报名有什么用处？你没去上课吗？一定要好好想想啊，释迦牟尼佛天天上课，你有没有参加上课啊？佛法的小学小乘十二年，你有没有上十二年课？有没有天天去听讲？有没有每天在学习？没有。阿含十二年没上过课，方等也没上过课，般若呢还是没上过课，这不是天台大师所说的吗？名字未中啊！我在这个学校里报了名，挂名的学生呢，从来没上过课的，那有什么用处啊？四十年之后啊，佛才图基因呢。世界中先前垂布垂是代表上对下。布展不开啊！我们晓得世尊垂是慈悲，布言教啊，今天讲的布教啊。早年我们在台中求学，台中联社有十七个布教所。那个范围都不大，有一些布教所啊，那个讲堂啊，还没有我摄影棚这么大，可以坐三四十个人，那就坐满了。哪些人去布教呢？就去讲经呢？李老师的学生。我们这一批跟老师学讲经的这些同学，所以有十七个布教所，
提供我们去练讲啊。分布的范围也很大，北面到新竹，南面到鹿港。在这个区域里头有17个部教所，那是我过去在台中的时候。这些部教所有几个我都去过，但是我没有讲过经，我听同学讲经，去参观过，吹布啊，这个世界种啊，明现前吹布，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中所持的佛刹，法缘一定很深呐。道场啊，到处都有建立，就是散布在许许多多所持的世界。而且垂布前面加上现前啊，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呀，现前垂布啊，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一定要懂得掌握住现前的这一个缘分，凡是成功的人，无论是世法佛法，你仔细去观察，他一定能抓住现前的机会，他不会错过，不会失掉，这个人注定成功。凡是失败的人，眼前的机会呀，他放过了，他们也能抓住。机缘不可失了，失掉之后啊，你知道往后你还能遇到这个机会吗？我们同学当中，凡是能把机会抓住了的，多少都有成就；凡是疏忽了，没在意，懵懵懂懂，天天混日子，他怎么会有成就？不要说别的，只是我们自己同参道友，我们的同学，大家起步的时候都在一条起跑线上好像田径赛一样赛跑啊，起跑的时候在一条线上，到目的地呀不一样了。有拿到第一，有拿到第二的，还有中途
退转的。在学佛的起跑线上，我们同时在一起的人不少啊，但是大部分的人中途他就退出了。跑到终点能有成就的，都是把机会抓住了，锲而不舍啊，勇猛精进呐，他都有成就。成就的大小，也是机缘不一样。当然最难得最殊胜的是讲经的这个机缘，在我们末法时期，我们自己要想真正得度，除了这条路之外，实实在在讲找不到第二条路。我自己是从这个路里面成就的，为什么我这么肯定的说呢？习气烦恼太重啊，里面有贪嗔痴慢。我不能不承认的，我确实有贪嗔痴慢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你怎么能不动心？我能够有今天，实在讲呢，得利于什么？命不好。真的，这个看相算命的时候，我命里头没有财库啊，没有官印呢。没有官印就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人，你不能做啊！有没有财富？生活非常贫困呐、也就是因为这个贫困，我没有办法造业。所以遇到佛法之后，发现一条新的道路，我从那个道路退回来，转到这个新的道路啊！如果我命里头有财富又有官印，哦，年轻的时候做过做官又发了财，我也糊涂了，我怎么能经得起这个诱惑啊，早就被拉走拉跑掉了，哪里还懂得什么佛法啊？所以这个命苦有命苦的好处啊，知道那个路走不通啊，别想去做官啊，命里头没有官印；别想发财，命里头没有财库啊，死心塌地，老老实实跟着佛学习，
早年那个十年影响就决定一生了，跟李老师天天听讲经，天天研究经教，打下这个底子。这一生50年没有中断，把这个里面贪嗔痴慢化解掉了，外面呢，这是明文理扬五欲六尘才不再动摇了，不会起心动念了。50年的功夫啊，天天在讲经啊，没有一天离开经本呢，没有一天离开佛菩萨，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才有这一点成就。你要不跟佛菩萨在一起，跟这个世间，跟贪嗔痴慢，跟五欲六尘在一起，你回头不容易啊。我们接着看下面一句，这个是九海的总结，如是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那么这一句文字，这个偈文，在前面第五海里头没有。不但没有这个偈文，最近这个能为山之海也缺少了，所以像这样的文字，在这个所管的识海里头，通通都有，所以这肯定是这个梵文传来的时候有欠缺，我们再看。这个最近能为山香水海所持的20层佛刹，举一个例子来说，那要细说呢，每一个香水海，每一个世界中都有20重佛刹，那么可见世界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真正是不可思议。请看经文，其最近能为山香水海，名密印云床，这是香水海的名称。世界中名一切光庄严，以一切如来道场众会音为题，这个题是教题啊。佛菩萨在这个大世界里头现身说法之所依也。香水海名叫密印云床，我们同学一定要想到，这是阿赖耶里面一类的种子习气，这一类的，这也是属于智慧。智慧有种种，
设置是一，全智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一类称为密焰云常。密这个字一定要懂得，佛法里面从来没有秘密，诸佛如来无一不是大公无私啊。个个都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不但四相断了，四见也断了，哪来的秘密呢？啊，那个秘怎么讲法呢？深秘，理太深了。四相啊，那就密了，一般人看不懂啊。啊，他称心，但是一般人看不懂。离世度密啊，啊，所以这个密了，深密，佛经里头有解深密尽。这种全智啊，非常的神秘。这一类的种子，云常都是形容啊，这个意思大家都懂啊。他所变现的世界种名一切光庄严，一切事出世间法统统包括进了啊，没有一法不在其中啊。用真舍智慧去对一切法了，在我们初学法相中经论里头教给我们，转识成智啊，真正修行呢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变呢，啊，识是什么呢？分别执着，这是识啊。妄想是识里头的种子，就是此地讲的相水海、相水河。如何能够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第七摩那识为平等性智，这两个因地转呐，修行的时候转呐。这两个转过来之后，阿赖耶跟前五识自然就转了。啊，前五识跟这个阿赖耶果上转，因转了他就转了。啊，转阿赖耶
为大圆镜之啊，一切光啊，转前五十为尘所作之啊。啊，他这个教体呀、啊，以一切如来道场众会因为体呀、啊，就是尘所作之了。法相宗的学人啊，用的是这种功夫啊。我们虽然念佛，他这个理论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的啊。我们在境界上要不要转呢？要转呢。啊，李老师往年教导我们学佛怎么个学法呢？改心呢？啊，你要把你的心理呀、啊、做个改变呢、啊。老师常说，我在台中听了十年。听得耳熟了。改变心理，把那个错误不好的念头改过来啊，不好的思想改过来，这就是古大德常讲的从根本修。这是秘法了啊，这个佛法大乘里头有一个宗派叫密宗啊。啊，什么叫密宗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以为密宗一切都很秘密很神秘啊，把意思全都给解错了。我算是缘分不错啊，初学佛的时候就跟了密宗大德张家大师啊，我跟他老人家三年啊，我懂得密宗是什么意思啊。佛法里头啊，极其高深的神秘啊，不学密宗，跟诸位说不能成佛啊。那到什么时候才学密宗呢？不是我们一学佛就能够学的啊。很多人搞错了啊，藏密学密之前要学十年显教啊，经教啊，要学十年经教啊，十年呢还要参加考试，考试及格之后才能开始学密，哪有一开头就学这个法门的？没有这个道理啊。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大师教我的是显教啊，不是密教啊，从显教上奠定基础啊，我这个基础还没有完成，他老人家就往生了啊，这一往生我就没有依靠了啊，以后
朱金洲老居士给我介绍台中李炳南老居老师。我到了台中之后，不但是显教，而且是净宗。所以跟张家大师三年呢有好处，基础在那个地方奠定。密宗里面常识我就知道的很多了。我的学习心是定，不会见异思迁的。我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知道自己的根性。非常欢喜经教。尤其对《华严经》有特别的爱好。这个呢，在我想必定是过去生中的因缘，不是这一生的。过去生中大概是学这部经，讲这部经。那这一生又遇到呢，就特别欢喜。这是初学佛的时候就欢喜这部经啊。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经典奥妙不知道，但是就是喜欢这部经。一切光庄严，与一切法是以智慧来对待。般若经里面讲的观照，照住照见，那是光的庄严呐！与一切事出世间法。在这个大世界，这世界中啊，大世界啊，我们一看教体啊，那就是今天所说的多元文化啊，一切如来道场众会众会。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名副其实的净宗学会，净宗学会很多啊，我听说澳洲有八个啊，马来西亚有30多个净宗学会，现在在全世界应当有100多个。众会呀，净宗学会这个名词啊，这个名称呢，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黄念祖老居士嘱咐我在海外建立净宗学会，代替莲社。古时候叫莲社，现在换一个新的名称，非常好。显示出夏老居士的智慧。佛法必须要讲求现代化与本土化。
学会呀是现代化的名称。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的场所用学会，教学的场所呢，培养人才的场所呢，学院。从敬宗开始啊，敬宗学会，敬宗学院，希望佛教啊，各个宗派都能够采取新的名词，让社会大众不会误以为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学会，禅宗学会，天台学会，法相学会，华严学会，或者是贤首学会，好啊！律学会，密宗学会，都好。用这个名称，确确实实是好。凡是培养这各宗，这个。弘法或者是护法的人才，都采取学院，让社会大众对于整个佛教各个宗派耳目一新的。古时候那个时代用寺院安堂，那是对的。为什么从前都用这个名称，现在这个名称不用了？清朝时候还用啊，民国不用了。我们要配合时代，把一切的道场呢改成学会，道场众会因呢。每一个会，你比如说佛教这十个宗派，十个宗派所依据学习的经论不相同，这些学人兴趣不一样，所以会就多了，众会。我们这个学院，敬宗学院，除了敬宗必须修学的课程之外，我们有愿帮助各个宗派，利用我们学院来培养弘法人才，我们分教室给你，只要我们有这个福报，有这个能力，共同修学的场所，我们有念佛堂，有禅堂，有讲堂，我们容纳各个宗派，将来各个宗派都有人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全心全力协助这个各个宗派建立道场，建立学院，把大小乘佛法、贤教、密教
全面的兴旺起来啊，这个世间众生就有福了啊，不是只搞一样啊。你们以为我搞一样啊，那你完全看错了。一个法门不能普度众生的，所以世尊开84000法门，49年讲这么多的经教啊，为什么呢？适应这个世间各个不同根性的众生，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呀！我们不仅帮助佛法各个宗派，我们还帮助全世界各个宗教。为什么呢？我们肯定各个宗教是正法，各个宗教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呐！那么各个宗教呢，都是如来道场众会。今天讲的多元文化，这一个。一切光庄严世界中，这个大世界，我们从这几句经文里面就能够观察到这个世界庄严。我们再看他所持的佛刹。从最下面看起，于此最下方由世界名净严庄严，佛号金刚月，遍照十方。这是所持20层佛刹了最下面一层，最下面有多少佛刹呢？前面我们读过，有佛刹微尘数世界，佛刹微尘数世界，世界世尊举一个例子来讲，前面都是这个说法，举这一个例子。这个世界净严庄严，我们要学。我们现在这个眼睛不清净的，真的是带着有色眼睛看人。什么叫有色眼睛？带着成见看人，这个人不是好人。那到底哪个是好人呢？自己是好人。除自己之外呀，恐怕都没有好人。眼不清净。
跟佛菩萨不一样啊，跟世间圣贤人也不一样。啊，圣贤，啊，什么叫圣？中国这个圣字意思就是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通达明了的人称为圣人啊。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圣人是明白人，我们一般凡夫糊涂人啊，这个大家好懂啊。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圣是觉悟的人，佛是大觉，觉真境，这是佛菩萨了，迷邪然是凡夫啊，迷邪然不觉，糊涂啊。所以佛跟圣的意思是一样的，中国人讲圣，印度人讲佛，意思相同啊。什么时候我们能用佛眼看众生，那就恭喜你，你成佛了。你要用净眼看众生呢，也恭喜你，你是菩萨了。菩萨肯定人心本善，人人都是好人，无逆不作的人也是好人。我跟我们凡夫看的真的不一样。所以事出世间的圣贤常常教导我们要反省，要忏悔。孟子教人反求诸己。佛家常讲回光返照啊，观世音菩萨的成就，他说他用功的方法梵文文字性啊，性称无上道。我们缺少这个功夫，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检点自己，起心动念直冲着别人，造业。不但你的言语行为造业，你起心动念都造业了。真正修行人，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常讲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善缘也好，恶缘也好，保持清净心，不为外面境界所动摇，这是道人啊，修道人。哪有那么容易冲动啊？
世间人常讲心平气和，我们要常常想到，要真认真努力去学习啊，学用平等心啊，学和气待人，佛号金刚月，遍照十方。金刚月自受用啊，遍照十方啊，他受用啊。啊，这个遍照十方，就我们前面常常讲的，的影响力，你的感召力，随着你自己修行的功德扩张啊，啊，你能够感召许许多多的众生啊，智慧的感召，德行的感召。那么再就是才艺的感召，福德的感召，感召里的很多种啊。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金刚般若智慧。金刚是显出阳刚啊，但是这里头有个月，月是柔啊，啊，合起来讲智慧、德能、相好、刚柔并济。遍照十方，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这是真实智慧啊！运用的恰当，那是学问。在佛法里面讲呢，观机，观机是学问，该用刚则用刚，该用柔就用柔，不能用错了。用错了就产生反效果，那就是世间人所说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用错了，不能不学，不能不小心谨慎，细心观察，使自己处事待人接物啊，样样都如理如法，合情合理啊。那么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障碍啊，都能得到大众
欢喜永戴，那就成就了。再看下面这一段，此上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这第十层，与金刚床世界齐等，由世界名莲花德，佛号大精进善觉慧。这个世界名字叫莲花德，莲花之德也是无量无边。最明显的清净无染，它的清净无染是再染而不染，这是他的大德了。因果同时，这也是莲花之德了。告诉我们，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在哪里呢？在起心动念之处。因果相续，因果循环，因果不空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时间在刹那际，如果不是细心观察，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佛号大精进，这个大精进是勇猛精进，大在华严里面代表性体，这个精体大方广，大是体，方是相，广是用，就是自信的体相用啊。大精进，这个精进称性才是大精进。如果与自性相违背的，那就不能叫大了，没大字啊。我们看看这个世间人，现在的社会，你看看那些人精不精进，我看他真叫勇猛精进。他在哪一方面精进呢？竞争精进，为民、为财、为利，为财色名食睡呀，精进不懈呀。国报在哪呢？国报在三途。这个地方有个大字，我们就晓得顺着性德，不违背性德，菩萨
唯一的善根呢是精进。所以后头有善，有觉，有慧，自利利他了。尤其善觉好啊，我们今天纵然有一点小觉悟，不善，为什么呢？缺少真实智慧，缺少真实清净平等慈悲啊，所以我们的觉，我们的慧都少了个善字。如何来成就呢？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天天要记住，起心动念要拿这个对照一下。我跟这十个字相不相应？相应，随顺心得；不相应，随顺烦恼，不能不懂啊。再看下面一段：慈上于娑婆世界登起，这个一看我们就晓得是第十三层，于娑婆世界登起的。由世界名金刚弥庄严，佛号娑罗王庄。金刚弥庄严，我们看到这一个名号，很自然就能够体会到，这是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密教的种子。所以现的境界娑罗王庄啊，这个佛用这个种名号啊，由此可知，我们阿赖耶识里含藏种子啊，无量无边呐，没有一样缺少的。哪一个种子起现行，总在于缘不同。我们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啊，老实讲，他有没有认真在选择法门呢？没有啊，遇到哪个学哪个啊，遇到禅学禅，遇到密学密，遇到教学教，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根性。善知识也没有真正去观机啊，这是事实啊。所以我跟大家这个缘就不一样啊，我确实非常幸运啊。第一个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关机，
这个对我就利益就大了。不是一去拜他，哦，就灌顶，就说学秘法，不是的。啊，他给我讲这些道理。啊，密是佛门里面上乘的法门。啊，但是要有基础，没有基础学不到的。啊，基础从哪里学呢？贤教里头最浅的，啊，最浅的从哪里下手呢？从持戒下手。实在讲，在那个时候，持戒对我来说很难，很不容易接受，啊，因为我们有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自以为聪明。以为这个戒律是生活规范的，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我们是现代人，啊，所以经典的道理我们欢喜学，啊，原理原则好，非常羡慕啊。至于那个生活方式，我不愿意学古印度人。这一个坚固的执着很不容易打破啊，就成见太深了啊。难得张家大师3年，以他的智慧，以他的善巧方便，把我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了。啊，这个对我一生修行是起关键的作用，啊，真善知识，啊，再看最后这一段，啊，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把这一大段讲完。此上过七佛刹微尘数世界，由世界名净海庄严，佛号威德觉伦无能之福，与娑婆世界齐等呢，是第13层，再加7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呢，那就是第20层。啊，这个世界种里面最高的这一层，由世界名净海庄严，净是清净。还在此的是比喻，啊，清净的深广都没有边际，啊，说的什么呢？清净心呢，清净就是庄严，啊，庄严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决定离不开清净。如果没有清净，没清净染污啊！啊，染污那种庄严，那就是我们世俗里面舞台表演呐，啊。你们看看那庄不庄严？啊，世间人认为庄严。在佛法里头没有，然而不净，啊，佛法里面清净庄严，啊，你看看住山老修行人住个小茅棚，里面一无所有，但是他打扫的整理的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你在小茅棚里感觉到非常舒适，磁场好啊，气氛好啊，庄严，啊，所以真正庄严呢，从清净平等啊。佛号威德觉伦，啊，觉伦是
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如来果地上的威德了，无能制服啊。佛有能力降伏一切魔外啊，魔王外道啊，魔外虽有聪明，视之变聪，虽然有福德，虽然有威势，不能降服佛菩萨，何况是菩萨都不能降服，何况是如来。那么再说老实话呢，连阿罗汉的威德，这个世间诸天呢都不能够降服了。如来果地上的威德，无能降伏是指什么呢？罗汉菩萨啊，那不是讲魔王外道啊，魔王外道的时候到阿罗汉啊，就能够制服这些魔王外道啊。所以如来果地上啊，应当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无能制服，这个讲法就对了。好，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此地。